康纳，我最近我的蓝马缺啊，操你妈的！所以我再来只能靠午夜电波了。哎呀，然后我们今天的两题题目都会在康纳我的游戏里面。第一题我已经想好了，第二题呢我还没想好，但我所以我只能随机应变。第一题我就先跟大，我就直接把那个问题丢给大家了。康纳，我现在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好，就这样啦。哦，第一题，妈的，也超缺4码的，你不是一直都缺？超缺的啊！我上次抽到的4张那个4码也有用完了啊。我靠！大家都还在猜名字啊！他们还在猜。啊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不好猜，因为连我都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我跟大家讲，我不会很轻易的直接开给大家看的。你现在是在用它吗？我是啊。他们看右下角就会看到你那个武器名字啦。但是我又还没有拿出来呀、啊。我现在都用那你枪拿啊。出来啊！对啊，为什么你不用出来啊？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出来啊。所以哦。今天就不用地震了。没有啊，我就看什么时候我会拿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了啊，这样比较好玩啊。别，怎样？看你同不同意啊？我没差啊。不是啊，现在。那姐姐猜到武器再说吧。哎，可以，血莲猜得到武器才能让他加进来。可以，你要猜到才可以进来啊。对啊，通关密语就是我武器的名字，谢谢。猜武器，你自己在那猜吧。哎呦，干！有人猜到了，干！有人猜到了，那那个，个兵长，对，就鬼切，就是鬼切。那雪莲进不来了，啊，姐姐，你不能进来了，抱歉。哎呀，我操！操你妈！不要突然冲出来吓我啊！干你老师、欸！什么事？对，我是在讲你呀、啊，干！对呀，你看那样会被吓到。不是啊，刚才一团黑黑的东西突然冒出来，我妈的！昨天恶灵古堡那只鸡的阴影我还没有挥去，好吗？我来猜，我来猜看，那个聊天室应该会有人想要我再继续讲他吗？不必，哎。打你的，妈的！Shut up！ Shut up！ 他说你昨天到底是怎样被那只鸡吓到？啊，不是，我会被那只鸡吓到，是因为那个角度，利昂的那个角，就是《恶灵古堡4》的游玩角度，它就是只能那样子，你没办法往下看，你往下看。如果是遥感可以往下看，但是我不知道 PC 的要怎么往下看。如果我当时可以往下看的话，那我一定可以注意到那只鸡在那边。重点是我走过去，那只鸡根本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然后我还是他妈被吓到，干！呀，我这边小孩的心情太大了。所以怎样？你家小孩要被我们招入待救部是不是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这边有美味可口酷吧？哦，来，包准你每天考试考100分。酷吧奶粉，酷吧酷吧奶粉，很棒。台中地检署，怎样怎样？台中地检署，那奈何得了我吗？怎样？你自己讲的哦。怎样？什么啊？哼。台中地检署奈何得了我？哭吧妈！我干，交换，他们我包准，我100%100%，他们连哭吧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可能听成是肥料嘞，干，肥料嘞，又不是金克拉。大爷，我听到你讲鸡大牙。大爷，大牙是什么？鸡有牙齿吗？
鸡有牙齿啊，鸡有牙齿啊，我从胆小狗英雄里面学来的哦。我们不是现在是开第四颗吗？牛语好像是吧。是啊。鸡有牙齿啊，是英雄教我的。妈的小笨狗，你害我好丢脸。啊不行，让我想到那个把哭把还来那张图。把哭把还来，要出多少？哦，那小孩飞！喂喂喂喂！小飞，你不要死啊！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帮忙配音啊。最近配音很好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有没有？那我配一个音几十万，哇！那雪蝶什么时候配音啊？什么时候讲话啊？对，雪蝶你什么时候讲话？配音的就讲话。雪蝶，你知道，雪蝶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决定你如果在我们频道里讲话的话，我就是直接用那个摩斯代码帮你配上去。那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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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然后我们下一个题目就是问观众，请问。血蝶的这段摩斯代码讲了什么？看这点子超棒了，好吧？我就用这个来说话。我干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干！干妈的不行！不要了！干不行，这样不符合，这样不符合。是你妈线，这个属性跟我家的孩子重复了，能不能换一个？对对对。哎、欸！干你娘 ！Cyber！ 干你娘 ！Cyber！ 操！